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So, 对别人好，礼貌也是一种布施，布施欢喜的那种气氛，欢喜心，这个也是仁慈吧？对别人好啊，让他高兴一点，对生活盲目当中高兴快乐笑出来，心情开朗一点，也是一种仁慈，是吗？ Please stay with us to find out mor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oday's episod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English, and Taiwanese, also known as Formosa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i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Bulgaria, Chinese, Cze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Telugu, and Thai. 温暖的问候，您诸位观众，我是西涵，来自欢迎的台湾高雄，台湾又搁称作福尔摩沙。真情的台湾人民，以喜的含友好之心，祝你拥有满满的光和爱。 台湾福尔摩沙是一个小岛，遍布大自然，神奇又搁壮丽美景。北部地区有高山、原住民村、迷人的山峰、美丽水场、含精雕玉刻的庙寺。中部地区有一系列壮观的美景。 南部地区是本岛有名文化中心，到达游玩保存真侪早期移民都城山来遮时的传统。台湾福尔摩沙的宗教信仰相当多元，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摩门教。 统一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甲其他的宗教，这是上帝稳定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清海无上师来到台湾福尔摩沙，叮咚伊带着一间小庙的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指引。 在一个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感应观音静坐法门。自迄阵起，清海无上师就传授观音法门，予台湾福尔摩沙佮海外数十万名寻求真理的人。最近几年，台湾福尔摩沙真幸运，再次请蒙。 清海无上师主爱亲临，2019年2月，伫庆祝农历新年，又称中国新年的期间，清海无上师详细解释儒家思想的五常之德，同时嘛推着中国丰富的文化。伫古董的人类历史中。 孔子被尊为上重要、上有影响力的名师之一，一直到今日，伊的教示和德理，悠远深深影响着中国和其他地区，这甲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领导者嘛会引述大家拢知影孔子的名言。
世界各国的学者，游玩最新的研究，以博大精深的理念，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个人和政府的德行，端正人伦公纪，以及正心诚意。这套哲理提出五种所有人每天都应该遵守的美德，才可以过着和谐健全的生活。现在就邀请你聆听青海无常师这场启发人心的开始，儒家五常五集之事，2019年2月初二，在台湾福尔摩沙西湖的开始。有一次就这样子说，哇，我在摩纳哥的时候，我说哇，几位好像不是警察一样，怎么那么温柔那么客气。他说啊，谁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好啊。他就是这样子讲。然后这位警察，那个美国警察拦我们出来，然后我就说，哦 officer， 哦 so late and you have to work， sorry about thatIf we have disturbed you, sorry, what did we do? Say, he drive too fast, drive a license and all that. She say, I have to give you a... 我在讲英文啊。啊，对不起。刚才我讲，我碰到警察哈。啊，那我的我司机就说，哦，怎么啦？我就说，情况你好，那么晚还工作，啊呀，好辛苦了。然后他就软下来一点了。如果像我那个司机的话，他会罚4个罚单，一定不是一个，要罚4个。我们4个人在车子里面都睡着了，然后我就说，哎呀 ，sorry， 对不起啦，啊，警官，对不起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应该给你一个罚单了。我说好啦，可以啦，啊，不过我们在做什么？我也要知道学习一下啊，以后不要再弄。他就说他开太快，我说哦，你好坏人啊，怎么开那么快？哦，谢谢警官，又不是你拦下来的话，他就开太快，然后也许我们不会安全哦。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大家好高兴，笑得很开心啊，哦，谢谢你，然后。他就说这个车子是谁的？我说是我的，不过他开的啊、哦，他开，我是不开的了，真的是这样子。说啊，他说啊，既然是你的车的，我那开小一点的罚单了，降价，啊，我说哦，没关系啦，警官，都是我们的错，你是替法律工作的。我们错，我们就承认了，没什么关系的。啊，谢谢你拦下来，不然这个人他会不会伤害我们呢？开那么快，我们都睡着了，他一个人盖嘛就盖嘛，我们不知道。还好你拦下来，让我们现在安全了。多谢你，哦，谢谢上帝有那么好的警官，哦，他高兴快乐，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啊，然后他说，哦，如果是你的车，我就开。小一点，不过还是要去载水开车了，懂不懂？有一些法律的多开，refreshing 啊 ，reminder 啊，继续说好，我会去，我是族人嘛，应该去了。那个开车说不用去，车是我的，不过开小单的没什么了，很罚的。然后他说，如果你们不甘心哈，觉得。这个罚单，你当然你可以去在法庭那边反抗。我说不会，你做你的责任，然后你是为了保安才这样弄啊。我们感激不尽，哪里就去告，哪里去法庭干什么？哦，他就高兴，他说哇 ，good，very good，you are very good，okay now you can go，tell him don't drive too fast anymore，if I
see if I catch him one more time. I not let him go easily. Okay, oh, everybody go now, okay, slow, slow. I said, but not so slow. 我说不要那么慢了，警察又会再拦你下来了。刚才太快，现在太慢，太慢，警察又会拦你啊，会拦你下来，是吗？会拦下来，是不是拦下来？哦哦，我在德国有碰过这种情况，我开慢了，我在城市里面，啊，不是我开，不是谁开。 哦，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开，那另外一个人开，那开很慢了，警察也会拦下来，说，What's wrong with you? 他怕你喝酒或是吸毒品什么，就精神就比较慢顿了，懂不懂？ He said, why you drive so slow? He said, oh, sorry,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Okay, good excuse. But to drive as a speed limit, okay? And then we okay also. 我们 okay. 意思说，他叫那个司机啊，开在那个能开的那个速度里面了，不要这么慢了，因为慢的话也会阻碍别的车子，就这样子。然后他警告我们一下，让我们走了，就这样子。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太多一点点。比方说五十，你开五十万、五十一还可以了。 如果你开准时五十，他也觉得你好像倒咖啡，我是说，倒咖啡，是吧？头脑比较有问题，嗯，他也会停下来看一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执照，看看有没有那个酒精的味道等等。OK， 哎呀，讲一只梨而已，已经半个小时了，20分钟，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吃饭了？要不要明天再讲？ 不，我要不，不，OK， 因为你们就说不要，不要，我就说，有时候说不要，我不知道你们不或是要，好了，要或是不要，不要，说一次就好了，要明天或是要今天，今天，OK， yes， 我那个可怜的老人家还是要撑下去。 学生是最不喜欢上学的了，然后你们强迫我继续学习，好吧？啊，礼，我们就那就是这样的哈，对谁礼貌都对我们好的，人家会尊重我们，不是我们尊重人家，然后我们失重我们那个地位或是降下来我们那种尊严，不是啦，我们对人礼貌就对我们好 ，OK？ 哎，特别外面的人，他们比较生活困苦了。 每天为了生存工作很多 ，OK， 还有跟太太先生有时候有摩擦，还有小孩不听话等等哈，还有税金要付，还有车子要修理，<笑>要保险等等哦，一大堆了，付那个房子的钱啊等等，多数的人生活蛮辛苦。 能平均就已经很好了，有钱能够给小孩上学，自己每天有饭菜吃，有屋顶就已经蛮不错了。有一些更辛苦，然后我们对他们不好的话，他们又更不愉快。OK， 所以对别人好，礼貌也是一种布施，布施欢喜的那种气氛，欢喜心，这个也是仁慈吧？对别人好啊，让他高兴一点，对生活。 盲目当中高兴快乐笑出来，心情开朗一点，也是一种仁慈，是吗？是啊，让人家更痛苦的话，就不是仁慈啊。所以这一个治人的话，我觉得就包括任何，难怪孔夫子他那么开悟，把仁慈放在第一，<笑>是真正的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仁慈的话，别的品质也不会发达出来的，嗯。 如果你有智慧，啊，你有礼貌，不过都是假的。智慧是为了赚钱，为了要那个抬在人家头上，为了你升官，你自己生活更好的话，那也不算智慧了。OK， 了解很多，不过用那个聪明度、那个谁会的什么智慧，然后就对别人不好，也不好啊。所以仁慈第一。 你有爱心以后，你什么都会处理得好，什么都知道怎么弄的啊。OK， 好，
我也佩服孔子啊，谢谢他。一个人开悟这样子，生生世世人还会尊重他。你看，啊，到这个时代，多少百年了，或是千年了，啊？对，千年多了，嗯，2500了啊、哦！你看，上次迦牟尼佛也是2000多年了，孔夫子也是这样，人家还拜拜他呢，还纪念他的生日、那个时日，还有寺庙盖的辉煌给他纪念，给后代的人学习他的教理跟榜样。真正的一个开悟的人会影响哇百千万亿的人，世世代代会影响算不出来的人数。所以你看开悟多重要。他那个时代又没电视，没有 SMTV 可以广播，走路也要走，坐马车牛车也要坐啊，为了要去各国讲道理。不过他也不能讲那么多给每多人很多人听啊，只能去那些大的首都大城市而已，没那么容易，可以交通不方便嘛啊，还有 V 见证什么护照什么一大堆了啊，这个时代也会还会有一些了啊。不过那个时代更困难啊，见证什么的，然后钱呢、啊？到处都走这样的，钱要备很多，懂不懂？备很多又也要又安全的，不然的话，有时候那个强盗他会拿你东西，是吗？哎呀，走路这样子不那么简单呢、啊，啊，那个强盗的那个叫什么？买路财那些啦，买路财那些人，嗯，食禄是我该，食宿是我财。你要刮石禄留香埋禄财，哎呀，听得好好听，像一首诗一样。终于就是为了要钱而已，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那么简单的钱都带走，钱他们就弄一块这么大的啊，银的或是黄金的，懂不懂？然后那个小费的钱也是用铁弄出来的，啊？不是银而已啦，也是，反正不管什么都是金属味的那些啊，就是很重，懂不懂？要放这里一些，要放那边一些，抢起来嘛给人家看。所以孔子啊，其实要走很远呢、啊，要广播他那个仁义礼智信那个教理的事，不那么简单。老子也是这样，所以他本来不想教人，就经过一个关隘，为他的徒弟拦出来写一下给我们后代的人。他在那边写那个《道德经》，本来他也不想写了，看人很头很硬，不好教，都很多很多都是迷信，或是被那个传统绑得很紧。所以他不想再教了。你们不会冷吗？不冷不饿，不要什么哇、哦哎，好好壮你们了、啊！看到师傅什么都不要了，不冷不饿，不累，不走，只有一个字而已，赖。OK OK。我也赖下去了啊。不过如果讲不完，改天讲嘛，何必？好，那个礼是很重要，哎，礼也是算人在里面的。现在看到了没有？啊，师傅还没学会，已经知道那个人那个字是很重要啊。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啊。我以前讲过那个人那个字啊，就包括所有了啊。不过孔子当然也知道啊。人类啊，没那么简单了解，所以他就分成五类了。事实上，有人指就 OK 了，懂不懂？即使哈，我们没有学问，啊，不大懂什么
那种外表的礼貌啊。不过我们有仁慈，懂不懂？人家也会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啊，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就不会伤害他，就不会怕你了啊。好，现在礼是这样了啊，要对别人礼貌 ，OK， 不管他怎么样，他是谁 ，OK， 那这也是一种仁慈，给人家高兴啊，开朗一点。他整天工作了，就跟很多人那个加一起了。对很多那种我词已经很腻了，然后碰到你，你也是一样，你认为你是什么人，然后你就对待别人不好，没有礼貌是不对 ，OK 哈，嗯。特别那些官员呢、啊，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心 ，OK， 不是在官场里面的苦心而已啊，在家庭自己也有啊，了解吗？然后两边都很多。压力啊，所以我们对他们要礼貌啊，不要认为啊、哦、我付税金啊给你啊，你才能够当官啊，那你应该替我工作是对的，不要有那种态度啊，要尊重他，嗯，他也是有福报才能当官在那里啊，了解吗？嗯、啊、要不然你要当也不行啊，了解吗？你要也不能啊 ,OK, 所以要尊重他，好。好了，礼貌。然后现在呢，敬礼讲完了吗？差不多啊，可以了哈。当然可以讲了，呵呵，高山大海了。现在我要学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智哈，智慧哈。哦，好好，我也好好学习。智就是智慧哈。啊，他有这样写吗？啊，中文这样写智慧吗？智慧的智吗？OK, 好，那智慧是从哪里来呢？我不知道呢，你们跟我教训一下，教育一下，智从哪里来啊？啊？修行啊 ，OK。因为智慧也可以，有两种嘛，一种是世界的啊，我们可以学会的，也可以算智慧。嗯、我们脑袋比别人聪明一点，有我们说、哦、你蛮有智慧、嗯、是有聪明度，不过也是说有智慧，然后那个是世界的智慧、啊、我们头脑有时候比别人聪明、啊、因为也许是、父母传下来的关系，也许我们福报是这样，也许我们前世已经做过某某工作，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在赛事里面也有存在那些知道的 ，OK， 那些知道。然后智慧，另外你们说从修行而来也是对的，那个比较高的智慧啊，不是 IQ 而已，而且有更高的智慧。我们越修行，智慧越多，越上高的等级。智慧越发展，也不是发展了，本来就有智慧了，就生出来喝迷魂药忘记了，那迷魂汤我忘记了，然后被身体绑住了啊，然后就被世界那个因为看外表嘛，分心了，嗯、啊，没办法集中，而智慧也忘记了，忘了一些了。所以人家是接触我们就用我们，其实我们脑袋就用5%而已，或是更多就是多几分而已。哇，能不能想象我们能全部用我们的脑袋那个力量呢？多不得了哎！啊，不过目前呢，不很多人都不能用他的脑袋，嗯，而且用错的地方，因为被魔骗，还有。社会影响、嗯、还有食物会影响吃不对的东西、嗯、吃肉喝酒那些又把我们脑袋又 麻木掉了又更减少本来5%而已现在不晓得0%了、嗯、所以这些对我们脑袋伤害对我们智慧伤害我们不能用所以师父教你们都是对的了 ，OK。
杰出的观众，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智慧之语节目。儒家五常，五节之事。明仔请继续收看《秋海无常书》这场开始的完结篇。焦点新闻了后，就播出艾比·洛德莫用喜剧安大人心二集之一，就在无常书第四台。愿天堂照亮你灵魂提升路上的每一步。Outstanding viewers, we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today for the five virtues of Confucianism, part 4 of 5, on words of wisdom.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the final part of this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Coming up next is A.B. Rodman, Healing Through Comedy, part 2 of 2.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heaven light your path to spiritual upliftment every step of the way.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nd suprememastertv.com/WOW.Nos programmes offrent plusieurs langues. Veuillez visiter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et suprememastertv.com/WOW.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Visiten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y suprememastertv.com/WOW.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Acese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y suprememastertv.com/WOW. हमारे कार्यक्रम पेश किए जाते कई भाषाओं में कृपया देखें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और suprememastertv.com/WOW. 我们的节目提供多种语言，请看。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SupremeMasterTV.com/WOW. Rancangan kami menawarkan banyak bahasa. Sila kunjungi SupremeMasterTV.com/kehadapan/schedule dan SupremeMasterTV.com/kehadapan/WOW. Barangisuna متوفرة بالعديد من اللغات. يرجى زيارة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و SupremeMasterTV.com/WOW. Наша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длагает много языков.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смотрите SupremeMasterTV.com, /schedule и SupremeMasterTV.com, /WOW. I nostri programmi sono offerti in molte lingue. Consultate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e suprememastertv.com/WOW.